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人间邪气重了，那个邪魔外道就重了；人间善业嫉恶修善的力量弱了，善神的力量就弱了，想保护我们都没力量啊，都没力量啊。所以我们被他们保护了之后，马上要修功德福德来回向，要珍益他们的色力，知道吗？让这些善神鬼王的力量更强，能保护更多人。那你这个就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呢，对不对？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死的时候那些冤家债主怎么样？要不要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呢？这时候冤亲债主都说，那时候哎，这很奇怪的，你杀他的，吃他肉的，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你看到他是谁啊？你看到他是你的亲戚啊，朋友啊，很亲的。为什么？因为你吃了他的肉啊，他的肉在你肚子里啊。你看着他，你两个不是亲人吗？你两个人有血脉关系啊，是不是？你吃了他的血肉啊，到时候他献出来的，明明他是来报仇的，但这时候你看到他是你的亲人，请问你要跟他去怎么样？那就，哎呀，那可是绳子绑起来，刀拿起来，脖子按倒，那就跟你怎么杀他，他怎么杀你，跟你说，那时候就原形毕露了。哎，恐怖不恐怖？恐怖。这么恐怖的时候，请问这个主命鬼王会不会来保护啊？来保护我们。哎，让我们提醒我们，你有没有善根啊？你过去有没有读过佛经啊？有没有拜过佛像啊？有没有好事做过？有一个好事做过，就说明他心量打开过嘛。什么叫好？就是放下自己，利益别人，这叫好。什么叫恶？自私自利就叫恶。自私自利啊，心就门避开的，闭的，就是黑暗的，日月的光都照不进的。如果是好，是敞开过心胸，对别人好的，日月的光都能照进去，佛光也能照进去。哎，有的人那个自私自利的人，虽然他有钱有权，但活得暗无天日啊。我们家族眷属啊，为他设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啊，如是善缘，都能够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都能够退掉。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辈人，除五奸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机解脱。也就是说，前面我们一个人要死了，他有朋友亲戚为他念佛、为他念经的，请问这种机缘多不多？这种机缘不多的。这个人要死了，有那请问那为他念经、为他念佛的人，这是不是他的善知识？这个人有大福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的，活的时候结了福。善缘了，才有那个福报。死的时候为别有人为他念经念佛，供养修福，对不对？很多你说这个七十一人有多少人能够这样？所以这鬼王又告诉全世界的人，就是你看，所以叫一切众生，对不对？哎，临命终时。他能够，如果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
我观如是悲人，除五间罪，甚至所有恶趣皆得解脱。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佛号也好，菩萨号也好，大乘经典一经一句也好，都像什么？都是大光明啊，大光明藏啊。所有的恶道的黑暗，只要被光明一照到什么呀？马上黑暗寻机解就消失了嘛，对不对？所以叫寻机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他们愿力也很大吧？哎，但是他们愿力大，是不是也是要弘扬佛法啊？要讲出三宝的威德，要告诉那些众生呢？啊，所以这个，哎。至生死时，汝莫退是愿呢。所有众生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啊，你都要以你这个愿力去做啊。所以佛陀不仅仅是副主地藏菩萨，你看佛陀是见一个副主一个啊，对不对啊？就好像是不是像老妈妈一样的？哎，就好像我小时候我怕打针一样，我妈妈带我去医院，我生病了。到我医院也打针，我怕打针，妈妈就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这孩子怕打针，你轻一点哦。”哎呦，我听了就很听，然后看又不敢看，哎，别他们，请问你们怕不怕？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跟医生说过？都说过。释迦佛陀像不像老母亲啊？像。见一个，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见一个就付诸一个，莫令众生受苦啊。主命鬼王也跟佛陀说啊：“愿不有虑，我必是心念念有护，阎浮提众生生死死死俱得安乐。但愿众生，但愿诸众生。我的动机是不会变的，我的愿力是不变的。但是他说什么？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他只是说这句话，你看是坚定的还是不坚定的？”这里面是有里面有无奈的，有没有听出来啊？说但愿啊，你们能听我话啊，但实际上众生听不听他话啊？不听他话啊，这里面有无奈的，对不对？如果能听我话的话，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十大鬼王主命者，已成于百千生做大鬼王。他是做百千生做大鬼王，是他命该如此吗？不是啊，也是愿力深厚，与生死中有护众生，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对不对？是不是菩萨？是。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解明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想想好了，就我们娑婆世界，一边是五浊恶世，从另一边来讲，也很奇妙吧。连主命的鬼王都是这么大的一位菩萨啊，对不对？这世界很奇妙的，给我们主命的、主生死的都是这么大的菩萨。哎，是我们是不是都有时候都自我主观啊，这个自说自话的，哎，都这个迷失的深不深啊？我们的迷失的很深的，都不知道天高，我们也是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哎，其实我们身边那些菩萨，那些大菩萨都多的是啊。那连不起眼那个鬼王，有可能都是大菩萨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读到，这个鬼王，那个鬼王，不敢读，说这个晚上读会招鬼的，招鬼，自己就是个大鬼呀、啊，哎，不知道怕。那些鬼王都是实实在在都是菩萨，是不是？是不是天下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哎，别人能把你推到地狱里去吗？地狱是不是都自己撞进去的？哎，说地狱无门自来投，为什么自来投？都带着恶业嘛，就是这个地狱的恶业嘛。哎，就自来投的。
哎，所以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啊！所以佛临涅槃的时候啊，怎么想想不放心，再交代我们：不可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哎，对不对？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自己，要相信佛、菩萨，甚至鬼王的话，我们要好好听到耳朵里去，是不是？如果你鬼王的话都不听，请问？到鬼王手里的时候，鬼王会讲：“我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听啊！”哎，一有机会，鬼王就会带信到人间的。然后佛陀出世的时候，你看鬼王到立天向佛说这些，然后传播到经典，传播到世界，不仅传播到印度哎，也传播到中国，不仅传出中国哎，朝鲜、日本、世界各地都在传呢。如果迷痴是罪业，贪心是罪业，嗔心是罪业。请问我们凡夫是不是罪业啊？我们只要一天你是凡夫，你一天就要知道你铁证如山，你罪业如山，你就要好好每天有一个惭愧心，要对佛菩萨有个忏悔心。知道不知道？不要觉得哎呦我不错呢，我都学佛了，我还做好事。请问你是不是凡夫吧？你有没有贪嗔痴吧？你只要有，你都是罪证如山，你就是有罪的人，哎，所以大家要自己认为自己有罪的人就有救，就这个三界的牢狱就能出去。三界是个牢狱啊，什么时候这个罪满释放，就是要你自己，我们自我洗心革面，要洗的要洗，哎，这个及格了。就可以啊，可以放了，哎，所以我们第八品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啊，哎，菩萨愿力这么大，这里你看又显现了这么多苦行的肉身，哎，肉身。但是这些事实，哎，很多人可以充耳不见。那么多事迹，哎，这些人可以充耳不闻，打着自己的那个地狱的算盘，地狱无门自来投，打着那个算盘，哎，连十方诸佛都心疼地藏菩萨啊，大士啊，您辛苦啊，您辛苦啊，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哎。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在联合国的这个发言，哎呀，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了。我们祝愿天下所有生病的人都能够觉悟到身体健康，要什么？要放生。吃素，对不对？哎，不能说啊，为了身体补，再杀生吃肉。哎呀，你要别人命，自己怎么能够延命啊？哎，阎王爷那都会说的。哎，为了自己要天肥，刀割众生肾上肉。哎，不要问我阎王，你自己想想，良心上想想，过得去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推广戒杀。放生、吃素，对不对？哎，恢复我们的人性。所以说，我们也忏悔我们过去没学佛的时候，杀生吃肉的罪业。啊，也祝愿所有正在医院当中的早日康复。所以你知道鲁迅为什么弃医投文吗？他爸爸是生肺结核死的。从小就，他就家里药铺家里，然后他就立誓啊，这个以后要学医，甚至到了日本留学的时候，啊，都是学医。但是在日本那个时候看到放这个无声电影，日俄战争在哪儿打？在中国打。你看，日本这方面抓到中国的，如果把它
认为他是间谍的话，也是当众处死。俄国那边抓到中国人，如果当他是间谍的话，也当众处死。但是看的人谁？哎，张了个嘴，是的，看，他就觉得这样的民族任人宰割。这个，所以鲁迅看了这个之后啊，不学医了，改写文章。啊，所以他的文章啊，针尖时弊，啊，刺到人心里面去，激发大家的这种。用人的人性激发大家的人性，他所以写了很多这种我们这个人，我们中国人里面的那些小丑级的人物，刻画他们是怎么样苟且偷生的，哎，就刺激那些有血性有良知的人，要怎么样做一个人，大写的人。所以在他的笔下，他同时又写了正面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楷模，谁啊？像玄奘大师，像鉴真大师，哎，他把他们称为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哎，你看，那在我们当今社会都蔑视出家人的，那把出家人当什么钱？在鲁迅笔下，你看他们出家，这些出家人才是民族得以延续、民族得以昌盛的精神力量。哎，舍身求法。对不对？这种精神，哎，这种向上的志向，乃至超越生命，哎，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自己伟大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啊！哎，九华山，大家除了知道它是我们佛教圣地。哎，其实在久远的历史当中，它也是中国道教圣地。道教有没有说谎啊？道教也不是说谎的啊，我们中国道教也都是很有道理的。道教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啊，所以这个也很多人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有道德啊，后来有的是肉身成仙，有的呢死了之后被我们民众或者是被皇家赐封而封神，哎，所以有一些是都是这个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感天动地的，哎，能就是所以道家我们现在要恢复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要复兴啊，这些文化都要那个。哎，其实有时候你看，你上次那个夏令营，为什么我亲自要讲《道德经》呢？哎，其实那些神灵，你看那供的神灵，你如果去了解他的事迹，都很感人的，啊，都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哎，所以我们也向这些啊，即身就成神的，啊，就为我们民间所敬仰的，啊。被历朝历代所册封的，哎，这些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神灵们，也表示我们的敬仰致敬，哎。哎，像这个九华山这里，我们啊解放之前，这里佛教的肉身有27个，哎，其他的也有，道教的肉身也有，哎。这个九华山，所以它在中国四大名山里是很奇特的啊，它是一个佛道并存的，两个这个都把它是当圣地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开法会啊，本身地藏经也是通这些的，对不对？十殿阎君，哎，这都是我们中华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思想，哎，这个很多这些鬼王啊，也都是在。啊，道教里面也是位列仙班的，啊，所以这个《地藏经》也把佛和道都是啊，都在这个一起，哎，一起在帮助众生的，啊，从我们佛的智慧里来说，啊，这些也都是菩萨化现的，啊，所以像道教的老子啊，在我们佛教里都尊他为青衣菩萨，哎，那
那这个我们孔老夫子是谁啊？孔老夫子是我们文殊菩萨的乳同文殊的化现啊，这都是，哎，所以也是讲儒道，哎，是我们讲儒释道，是因为佛牌当中他们两位是护法一样，是这样叫儒释道，哎，这样，所以，哎，作为我们炎黄子孙，哎呀，你看有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这个是很幸福的，哎，所以习近平在那个2013年12月30号啊，那个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讲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整体记忆，对不对？整体记忆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财富，它，哎，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是不能离开这些的，啊，所以这个给予非就是极高的评价，啊。好，我们下面再翻到要第九品了啊。称佛名号品第九，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眼力一事，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举信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尽真事实，唯当述说。吾即涅槃，实如沼壁誓愿，无以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暂生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又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直请，发心皈依，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诃萨。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又与过去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念归佛顶受记，若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尊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信瞻礼，祸福障碍，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烦恼，得受上记。若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比婆尸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又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双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100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
必成菩提，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千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是五千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成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破无量灭无量罪。前面是啊，阎罗王赞叹所有一切他们所来啊，娑婆世界这么微妙啊，连个鬼都是菩萨化现的。哎，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一个奇妙的地方。极乐世界，哎，极乐世界哪怕比如说在娑婆世界要做鬼的，哎，做这是哎做堕落受苦的，哎，佛菩萨把他救拔出来，给他送到极乐世界之后，哦，到那样子都像佛一样的，32相80种好。他方世界尽头真正的大菩萨来到娑婆世界，都弄得人样子都没有，都弄得个鬼一样。但实际上他是大菩萨，哎，我们这里个鬼一样，然后把他渡到极乐世界，弄得就像菩萨一样。第九品，哎，都归到佛这，所有一切是不是都是佛的愿力啊？念了这么多的佛名，他们所有这一切的愿力，要救度众生的愿力合在一起是谁？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实际上是谁？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么多佛，就是这一些佛吗？就是这些佛吗？请问我们所念到的是真相的多少？念的1%还是1000%还是1/1？也是啊。无量无数阿僧祇不可说那由他分之一，是不是？哎，我们这个蔚蓝的地球啊，不是孤独的。我们人类拿这个射电望远镜，拿那个哦那个雷达放射啊，这个向宇宙空间，哎，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我们是不是孤独的？对不对？哎，请问从佛教的角度上去看那些幼稚不幼稚啊？哎，幼稚，很幼稚的。所以在科学家的眼睛里，佛教是非常值得尊重和崇拜的。所以爱因斯坦说，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就是佛教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的发展会逐步证明佛教是正确的，你看，这我们科学之父说的话。哎，那也就是说，在他眼睛里是科学高还是佛教高？哎，佛教高。哎，确实，他所讲的正在被证明。啊，从19世纪的科学、20世纪的科学，现在进入21世纪，啊。现在都越来越证明佛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哇呀，太科学了，太科学了。哎，智和能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没有固定不变的物质，对不对？色即是空，是不是就讲这句话？没有固定不变的物质，是不是？因为物质可以变成能量，物质是看得见的，能量是看不见的，对不对？那看不见的是不是叫，就我们讲叫空？但是佛教讲的空是什么？是不是没有？不是，是真空妙有。哎，你现在科学家越来越发现，哎呀，因为他们也承认
哎，这个宗教诞生了哲学，哲学诞生了科学，哎，也就是说哲学是科学之母啊，对不对？所以那科学的那种那个迷信者，哎，有一些人他就啊，我是信科学的，哎，你问他信什么，哎，这那些都不信的，佛啊什么什么都不信，他说我信科学。哎，这还是还听上去还好像还有一点那个，有的人是只信钱的，他说钱就是我的上帝。哎呀，这世界上啊，就是啊，所以就是缺乏智慧啊，啊，所以这里面总共的啊，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念佛，也为众生念佛，对不对？念佛的功德这里啊，这里累积也是啊，其实念佛的功德也是叫功德是无量的啊，无法用这些文字啊，在这个书上可以书写的出来的。若临命中人家中有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请问这一个人，这个念佛的这个人要不要懂佛是什么含义啊？哎，要懂什么含义吧，要把这个你明白了地藏菩萨是什么，然后把这个地藏菩萨啊，在啊，你懂地藏菩萨，那你就懂佛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念佛，你菩萨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菩萨，你罗汉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呢？别说罗汉，出三界的罗汉，这个三界内的好人你还不知道什么呢？这天神你知道吗？请问你念天神，你能见天神吗？哎，一般像我们这个人。你修行不好的天神要让我们看到的话啊，女的要看到男的天神就怎么样，就会爱他，就会得相思病死掉，相思而死。哎，女的天神我们男的要看到，那也是啊，家里老婆都不要了，也是会相思病而死的。所以9月22号是纪念佛陀从天上下来，天上怎么就是讲地藏经讲好了之后，从倒立天返回人间，返回人间的时候他没有现神通，所以我们地藏经的第一品就是什么神通品，对不对？神通品，那是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现神通升天的，但是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佛陀讲完了地藏经，他下来却跟那个大梵天和第十天说，他说啊，你们去准备，我这次下到人间我不以神通，他说我不用神通下去，我要走楼梯下去。你看，哎，他我们佛陀不显神通，那第十天和这个玉皇大帝啊，大梵天、第十天，这可忙坏了。那他要从天上到人间，要铺一条高速公路。你看，而且一接到这个之后，马上就要铺出来哦。这个就是一夜之间就要铺一条高速公路出来啊！啊，这个还不是柏油啊、沥青那个什么水泥做的，当中黄金的，左边白银的，右边琉璃的。三阶啊，当中这个黄金的给佛陀走的，哎，大梵天在边上打着伞，啊，
第四天在边上拉的，因为这个修的临时修的，这个阶梯还蛮陡的，扶着佛陀慢慢走，慢慢走，就从天上一级一级走向人间的，就是诸大天神怎么样都陪着佛一起下来。为什么要这样，知道吗？大家还记得吗？我这个开头的时候讲，当时有什么外道是不是都来跟佛比神通啊？佛不跟他们比，然后哎，佛陀从天上下来的时候，请问外道有没有教主啊？他认为他们最后死了之后，他们修了之后以后到哪儿去的？升天的。哎，你相信，哎，你放心好了，没有一个外道说修我带你们修啊，修了之后我们下地狱啊，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只有我们佛有这个精神。我跟你说好的，哎，我号召大家哦，要度化众生呐、要为他们念佛念法啊，修供养，对不对？那要像二十四孝里面一样，为了妈妈啊，为了爸爸，哎呀，你看孝敬呐、冬天呐、冬天下雪天那个笋都会爆出来啊，那个地神把笋献出来。那有一个妈妈生病了，说想吃鱼，那寒冬腊月怎么办啊？那个地动山尺的，说哪里吃鱼啊？他就砸啊砸河冰砸开，然后躺在冰上，说啊鱼啊鱼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我妈妈生病想吃你啊，他就在那求，他那个身体的体温呢、把冰都雾化了，冰呢都把他人整个人都冻得都僵僵的，都快冻死了。这时候鱼，你看鱼神慈悲吧，自己从水里砰跳一个上来，哎。所以就是他对妈妈的孝心感动到这个鱼愿意，我满你愿吧，我给你吃吧。你想这个鱼有没有鱼菩萨？哎，这个什么众生里都有菩萨啊。哎，所以能够那些外道能修到自己的天神，我的神啊，他的主能够现出来给他看，那很少的。哎，一千一万个里面也没有一个的。这个时候佛不跟他们比神通，不跟他们比。最后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天神都跟着陪着佛一起下来了，对不对？哎，都陪着一起下来了。结果这些外道他们也寄居在那里啊，他们消息也传开来，听说释迦牟尼佛从天上要下来走下来，然后啊那个我们的天主也会来的。他很多人不是为了看释迦牟尼佛来的，哎，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听法一样的，就听法里如果比如说王菲啊张学友如果来啊，那人可多了，但来不是看我的啊，为了看王菲啊张学友的，哎，是不是？哎，他那个也是，他不是为了看释迦牟尼，他看他的那个崇拜的天主的，对不对？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这是佛陀是不是化解了这个争论呢？不用武力，也不用辩论，对不对？让你们自己去思悟去，佛陀慈悲吧。哎，起手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悲，真功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护法诵经日，药王药上殊胜功德日，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三昧水忏护生慈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9月24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我是罗一军，当你捌甲确诊的人有接触过，也是家己发觉有风险，而且出现发烧，也是呼吸道症状，就建议你进行快筛。若是快筛结果是阳性，会当透过视讯诊疗，也是前往社区的筛检站甲医疗院所，由医生视讯，也是现场评估确认。医生也会问你是不是符合65岁以上，也是慢性病者的条件。评估以后会开抗病毒药物，也是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照医生的规定吃药啊。提醒你，去医疗医所会记载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匣，也是检测片，唔通坐大众运输工具。而且伫报道的时阵，主动表明快筛阳性结果，照顾家己，嘛保护别人。疫苗注三剂，做伙做防疫。地上清净光大曼达拉，四座中大我两座三宝，一切如妙高摩尼聚，佛前上师三宝愿安住，摩尼教千里曼达拉，两座虚空金刚为宝殿。取名日月七宝十殿迦，一佛三盖七月双梵语，宝座圣修罗格比
方圆的名画不遍布，我佛前上是三宝护持灯，唯愿慈悲那所生欢喜，别从我爱见佛慈安的，今向世祖诉求皆如意，一切未来的天下无界在演说有时候，南无
在颜色有时候，当我笑在颜色有时候，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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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颜色
有时候，那么小在银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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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